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看一下平不平，还行，稍微有点偏。哇，这地方真是太美了，青海真是个好地方，这排房子都没有利用上，太可惜了，就等于废弃了。我今晚住这儿。哇，还有个钉子，夕阳西下的青海湖，可惜云层太厚了，希望明天是个好天气。那妞，我先上个洗手间啊，然后再带你出去玩，水蹦蜜变，走吧，出去玩。这地方真是符合我的气质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太美了。来，妞儿下来。这排房子的门口全都是水泥地，但长时间然后都已经坏了，唯一一块好的地方在我门口。车流挺多的，稍微有点吵，晚上应该车辆不多。这青海湖边非常冷，现在室内温度15度，在外面的话，现在在室内嘛，现在室内温度15度，在外面的话估计连10度都不到。洗个热水澡真是太爽了，一会儿再吃点感冒药。那妞，你把饭吃了没？剩那么一点点干嘛？嗯，吃点抗感冒的冲剂。现在就不允许感冒啊，一感冒就废了，哪儿都走不了了。再加上我的车牌是东莞的。这是清晨的青海湖，我等到中午看太阳能出来了，希望能云开雾散。让你等一下啊，我先把水烧上。吃得干干净净，我去，出太阳了，看一下，还是躲在云层里，但是光线稍微好点，赶紧飞个无人机。出太阳了，但是还是有点冷啊。这个收了，
飞机。电了，哇，好冷，风有点大，飞起来有点发飘啊。来吧，充电。太费电了。还有一块电池呢，这儿了。今晚上我就不吃主食了，我有根香肠，有黄瓜，做个凉拌菜，然后再煎个荷包蛋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煎个辣椒油泼在上面，再用剩下的底油煎个荷包蛋，再把它拌一下。这个锅啊，煎那个鸡蛋一点都不好，让我煎的稀碎，不过还挺香的。正好还有两个皮蛋一起放进去了，塞拉看着馋死了，给了他一块鸡胸肉。妞妞，溜一下塞拉。我这儿拍一个延时，这个夕阳有点漂亮，过去转一下。哎呀，蒲公英，好久没看见了。正拍延时呢，突然打雷下雨了。这雨点还挺大，估计晚上有暴雨。我这个还远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不拍了。蓝妞一听打雷，在里面狂叫。妞妞没事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这雨说下就下。好大呀，飘到
飘到车里来了，赶紧关门。